这是睡了多久啊？主人，我给你带了您爱吃的瓜子，怎么样？休息的还好吗？睡得可香了。过来，坐。您是不是渴了？我给您倒杯水。怎么能让您亲自动手啊？我来喂您。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这也不让动，那也不让拿的。当然有必要啊。您现在这么虚弱，要多注意休息。不过是一只灵虫而已，就这么小的一只虫子，又不是怀孕了，动都不让动的，怎么还能掉出来不成？陆岩，你快管管他。阿星应该更听你的，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。师傅，来，这位兄弟说，顾寨主带了个口信。顾北西，他去哪儿了？哦，顾寨主去找白十七小姐了。白局长被革了职，白家举家返乡的途中遇到了匈牙寨来寻仇，白小姐不知所踪。白十七不见了。但您别急，说人有可能就在匈牙寨，顾寨主让您别担心，他一定会救出白小姐的。阿信，想办法给南风寨传个信，让他们来这里支援一下顾北西。好，来兄弟，你给我去喝口茶吧。辛苦了，辛苦了啊。希望白小姐吉人自有天相。你要相信顾北西，他对付歹徒还是有办法的。哎呀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闺女，爹终于找到了驱除灵虫的办法。